哦，应该是应该它是这个这种板子吧？被你们踩在板子上，结果就掉下来。再麻烦一下，谢谢你。哎，小姐。本分局中立所接获民众报案，称康乐路25巷16弄内附近的荒废偷听处有男子身体卡在围墙中，不断哀嚎。警方到场后给予该名男子一瓶矿泉水，并安抚其情绪，与消防队员破坏墙面后救出该名男子。来，手，手接着。来，拿着。他怎么卡进去的？应该它是这个这种板子，被你们踩在板子上，结果就掉下来。我觉得，因为看到这板子脱裂，这个。太强逆向啊！进家痛啊，先洗手洗手。大哥，你听我们讲啊，我们给你15分钟，你要再讲。大哥，我。逆向啊！进家痛啊，先洗一口洗手。逆向归东啊，这不一样哦。看你要不要等15分钟啊？哦，还是你要漱完口直接做测试就可以。大哥，你听我们讲啊，我们给你15分钟，你要站起来。大哥，你年纪要比我们大，你不要这样子。哦，大哥，我跟你讲，你先不要哭。我们酒驾抓很严，一定会让你酒测。